子百家，百家争鸣，我是苏明。现在没这个麦没有拿上来，都有一股拿上来的感觉。网上大家都称您为小黑老师。对，很多跟团游的时候会有强制消费的现象，那有没有什么法律，就是比如保护游客呀什么的？你一上来就问这么刺激的问题。其实我想问那个，你们一般一块玉回扣是多少？关键是那个我妈好像每次跟团出去回来都得带块玉。是这样的啊，首先第一个，你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签旅游合同，因为我们国家有一部法律叫旅游法。哦，但凡你是有旅游合同出去旅游的，只要行程当中有的东西回来都可以退。哎，第二个，有可能你们去的时候没签合同的也有，对吧？但凡没签合同当时就违法。其实我们国家文旅局是有罚款的，所以你记住这两点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哦，妙招。哎，我还真想知道导游一般都学一些哪些学科呢？导游实务，导游基础知识，政策法规，我们是要学法律的，然后各地的基础知识，比如说我们要学许许多多的三三五岳是哪三三哪五岳，为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妈妈的妈妈叫外婆不叫内婆呢？那和那个木马是一样的，爸爸的爸爸。花花有什么问题？我想知道就是学习导游这个专业，它的这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？因为这样的行业其实有很多的机会看到各地的景色，其实我们也是民间外交家，可以走遍全世界各个地方。对，所以说这样的一自由，二关键是所有的游客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景观，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，带着不同的游客，你跟喜欢的人去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但你们如果去到全国各地哈，那是不是各地的这个话你都得会点，不然没有办法跟当地人交流？那您会说几种方言啊？大部分吧。大部分山东话。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，闲言碎语不要讲。方言是有技巧的吗？对，比如说啊，南京话，南京走下坡音，南京的，他是的。哦，扬州话最后一个音往上走，乖乖龙的凤。然后上海话前面加个老，老领啊，老奶子啊，老嗲个老举啊。哦，比如说西安话，西安话的话其实是第一声换到第三声，第三声换到第四声，第四声换到第一声。比如说秦兵马俑，秦兵马俑。你像河南的，不是陕西话是饿像吃饭了，河南话是俺像吃饭了。对，他反正也有一点像。我们只需要浅会，差不多有那个意思，大家觉得好玩，讲的，然后他会教你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这个有意思。沟通是导游非常重要的能力，待会儿呢我们就考验一下同学们的沟通能力，暴走唇语。暴走唇语是传声筒的升级版，规则是第二个人是不摘耳机传递的，只能看口型来传递。好，来传递开始。天下，天下。风景，风景，风景，无限美。等会儿，我这实在是太小声了，实在是太小声了，我稍微大点声，我有点过意不去了。过掉，过掉，过掉，来吧，好了，来了啊！天下，这刚才知道了，风景，无限美，无限美，无限美，全靠，全，全靠，全靠，靠。靠！天下风景无限美，全靠！导游一张嘴，导游一张嘴，导游一啊张嘴，恐龙一张嘴，对，导游好，导游一张嘴，一张嘴，对，天下风景无限美，全靠导游一张嘴，导游一张嘴，天下风景无限美，导游，你把耳机摘了啊！我还想看他们俩能唠到啥时候啊！导游，这边高手，导游，小锤儿，小童，对啊，导游，导游，
嗯，你说别的字儿吧，这俩字儿，导游一张嘴，张嘴啊，天下天下高低天下啊，你还是在卖弄嘴型，导游嘴型嘴型导，你比如说你想花草导游小童，哎呦，买玉。买玉啊，妈妈出门老人买玉，导游啊，对，导游，导游，导游怎么的？一张嘴，一张嘴，嘴一张张张嘴，导游张嘴，天下，天下，天南海北，哎，这差不多，哎，滚，天下无限美。哎呀，买玉的才反应过来了。导游，导游，张嘴，上船。啊，唱歌。张嘴，张，唱嘴，唱嘴，张，唱嘴，张，上。百家姓。张王李赵张烧烧啊，张嘴啊啊，来我看看嗓子，刷牙刷牙，我拔牙，我就拔张嘴张，别的词儿还有呢。那我哪知道了，没别的了啊。好，导游，导游，张嘴啊啊，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张嘴，张嘴啊，张嘴，张嘴，张嘴，导游张嘴，完了这个四个字儿，导游张嘴。哦，哎哎哎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过去了，来了。哦哦，对对对，导游，小偷。是导游，我举了个牌子，你上哪儿去？哎，导游，对，刚才陈老师跟我说的就是。只能说对，导游得笑，不是笑，导游假笑，是两个字，张嘴。他就是老是这样的往上走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解释是太多了。哦 ，relax，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跟我说，吃张吃。张是山，张张山啊，张是阿吗？就是张嘴，张嘴，对，导游，时间到，张嘴四个字，对，就这个，没错，可以摘了啊，差不多，哟，完全拒绝外界信息，让他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听，导游。导游，导游 ，OK， 张嘴，哦哦，张嘴啊，导游张嘴啊，完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正确答案是，导游一张嘴啊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哇，厉害，大概是这个。刚刚传递的就是十四个字儿，你说的答案也是十四个字儿。哇哇，我们第一次出现满分。不是，对了几个字儿啊？对了仨字儿。对了七个字。七个字，哎呀，那真不。